广告，广告。腾讯视频 v.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 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 0.2.01 分直播 ,2.01 分弹幕高清超清 ,720p, 高清 480p, 标清 270p, 倍速 0.5x, 1.0x, 1.25x, 5x, 2.0x, 倍速播放。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。广告，广告。前瞻中超第16轮一帮上岗，上岗语言区强势 50%、75%、100%。read00207txmjf1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%， 视频协议 https.cdnapd 602bnet82dd425 cc39a65746CEDFD718 VF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，质量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 2018年7月21日 15.01 分57秒播放。流水 859039C0F36364B03950AF71Z9A7701 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。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前瞻中超第16轮一帮上岗，上岗语言区强势。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b0027txmjf1 ing.http.inews.gtimg.com newsapp.ls0468074188264040 Date 视频，前瞻中超第16轮一方上岗，上岗率延续强势，时长约2分2秒。腾讯体育8月4日大圆满礼序，刚刚经历了两场大胜，球队的氛围和士气非常好，我们会继续保持下去。吴磊表示，中超联赛展开新一轮争夺，上海上港将在客场挑战大连一方，目前积分榜第一集团非常焦灼。对于上港来说，尽管客场作战但目标唯有三分，在双方本赛季首回合交锋中，上港在主场以8球大胜。展望明天的比赛，吴磊坦言，明天的比赛肯定不会像赛季初第一场那样轻松，目前大连保级形势严峻，他们会发挥出 120% 的努力，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吴磊相信球队能够拿下这场胜利。刚刚经历了两场大胜，球队的氛围和士气非常好，我们会继续保持下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双方首回合的那场较量中，吴磊完成了帽子技法。赛后一方大将卡拉斯科给予中国前锋非常高的评价，吴磊的速度和脚下频率与梅西很相似，但作为左边锋，他比已经退居前腰的梅西更接近球门，因此得到的进球机会也更多。目前吴磊的中超进球总数已经达到了88粒，与韩恒并列第一。